出嚟講見證啦，好感恩，今日係第二次講嘅。咁上一次就講咗我屋企人點樣打啦。咁其實喺我嘅感覺裏面咧，打係好痛啊，但係打係未必真係令我改變得最緊要，而令我成個人咁扭曲咧，其實唔係打，係嗰個對待咯。對待咧就係即係不斷咁拆位，將由細拆位到大，到我40岁，跟住診斷我有抑鬱症同埋有驚恐症，冇停過。咁呢個係傷害最大嘅，咁啲大形式啦。咁我屋企人咧最中意用一種方法對付我嘅，就係拆出嚟，喺你身邊嘅朋友拆出嚟。在你學校唱出嚟，仲甚至在你老闆面前唱出嚟，仲甚至在我為了去我配偶公司度唱出嚟，不斷咁用呢一招。嗱，呢招真係好有殺傷力嘅，哇！真係好難頂，你好驚啊，因為你真係做唔到啊。咁變咗你喺出邊嘅咪冇咗自己嗰、那個，冇咗自己嗰、那個性格咯，你只會覺得。好冇安全感，你唔敢同身邊人建立關係，因為有一日你屋企人就會拆毀曬啲關係，其實都好可怕。因為我屋企人真係唔係善類，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人，咁因為佢情緒上有好大嘅問題啦。咁以至到我嘅人嘅性格咧就變得自私啦，唔會理會人啦，淨係顧住自己，保住自己幾多得幾多啦。同埋令到我有一個焦慮啦、驚恐啦，甚至乎即係連我好大個我都會瞓下濕疹嘅，咁我知道個影響性幾大咯。咁喺個過程之中，我好唔想做人嘅，好細個已經唔想啦，亦好想離開屋企，即係喺我人生裏面，我覺得我冇乜希望。冇乜價值，對住我啲屋企人咧，我係好反感嘅，好憎恨，好厭惡嘅，冇感情嘅。就算同啲兄弟姊妹都冇感情，因為呢個屋企就係冇感情啦。咁我點會養到佢咧？咁於是我嘅人係咪真係變得越嚟越扭曲咯？或者我做啲嘢成日都違背良心嘅嘢出嚟啦？咁直至到我認識咗神啦，點樣改變我咧？咁其實過程都好痛苦啊！首先一就要愛我屋企人，哇！呢個真係我嚟講係好難做到，即係我個感覺就係、是、我冇同你抹面，我仲養你，哇！你執到啦，係咪好衰啊？我咁講，即係個語氣真係咁樣喎。哇！你仲想我點啊？仲要去愛你，唔好玩啦、啊，即係好難咯、啊。咁就係、是。就是在這間教會裡教導我怎樣要愛我一個很憎恨的人。哇，你知不知道我每逢一想起家人怎樣對我，一直動，我怎樣愛啊？但是最初我是強迫自己的，我要愛他們，即是同自我宣告我要愛家人，因為神愛我。最初很難做的，但是很難做不是代表做不到嘛。咁呢個第一個方法就係強迫自己去接受原諒，同埋要原諒我自己，同埋我要悔改，我要認罪。因為當我跪喺神面前，好謙卑咁樣，真係認罪，係每一晚都認罪。我最初信神，我每一晚咧係認罪，係我人生嘅功課裏面佔最多時間。認罪之後讀經，哇！讀經仲知講乜嘅喎？哇，好深喎、都唔知佢講乜，好悶。嗰陣就想瞓覺，唔好理照讀。一路做我唔願意做，或者唔識做，或者都唔知佢講乜嘅嘢，我一路咁樣持續咁做咧。原來有一日我又明多啲，有一日我又明多啲。同埋翻呢間教會咧，我會接受洗禮治療噶嘛。咁喺洗禮嘅過程之中咧，我係要大嗌嘅。成日被牧師搬上台嘅，6个人其中一個嘅，就是、因為我啲驚嘅，我啲恐懼，我啲嬲怒，我盡情咁爆發，我好唔中意翻教會嘅，但係冇理，我又會翻喎。咁我用咩方法？
教會咧，我真係好唔中意翻。我喺樓下遊好啦，我先上嚟啊。我就假設主耶穌為咗拖住你嘅手，你帶我上嚟教會，我冇勇氣翻教會，因為翻教會好醜樣，我嗰啲醜態俾人見到曬，我啲大嗌啦，我啲無助啦，我啲點地啦，我唔中意啊。但係唔好理，當主耶穌一揸住我隻手，我就可以翻到教會。我最記得有一次在教會上，我就發得很重要的發癲，我就跟菲娜說，我們的傳道說我不想醫治。菲娜一聽到之後立刻跟葉牧師說，葉牧師就專門說，姊妹不用擔心，你是不怕的，你會得死的。我心想你還要這麼大聲，我真的不想讓人知道，但又沒禮貌，我不走，我照留在這裡。我真的很肉酸，我覺得即自己醜態被人看到了，但是都是那句啦，我交了給神，那是神主宰咯。唉，算了，怎樣怎樣，醜又醜樣，戒就戒，垂服嘛。那做了一年串，我不願意做的事，就是裡面那些東西走出來，裡面那些憤怒，你可不可以形容這種裡面的走出來這種東西？不是嗌我都全部嘅，即系嗌系你自己去嗌，定系佢里面？里面嗌嘅，因为其实我唔知道做紧啲乜嘢，因为我唔止嗌嘅，我仲癫啦、五定啦。其实我好大力噶，我系打牧师噶，我哋讲，我系要六个人揿住我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系咯，六个人揿住我嘅，咁我仲会踢牧师嘅最初。咁呢个系嗱，呢个系阿姊妹讲俾我听噶。我不知道當時，咁你諗下，我都唔係咁重嘅人，我點會咁大力咧？我點會要成五個人嚟撳住我咧？咁其實呢個都係裏面嗰啲憤怒啊、怨氣，令到我咁樣做嘅，即係好感恩咧。喺呢一大會度，總言之，我就覺得順服啦、聽神話啦，同埋聽家長話啦，阿家長喺後面。同埋聽牧師嘅指導啦，翻足障礙啦，係啦。點解我覺得有情緒問題嘅人咧唔中意見人咧？因為佢哋好中意困住自己，我都係嘅。其實我喺屋企好安全，我中意歸宿喺間房度。但係就係正正原來我知道咧，仇敵就係最中意我哋歸宿喺裏面，唔出翻嚟見人。咁所以我知道嘛。我每逢出呢個門口，再入嚟呢個教會，其實我好辛苦，好唔願意，好難做。但係我知道，我困喺屋企度，我唔再接觸翻人啊嘛，我永遠都唔可以再向前行一步嘛。我咪逼自己要翻教會咯。咁喺教會裏面，因為呢間教會啲人咧就真係好照顧我哋兩家族嘅。咁佢會一路一路幫助我，教我禱告啦，我乜都唔識噶嘛。譬如點樣禱告啦，點樣穿軍裝啦，點樣用屬靈嘅方法保護自己咧。其實呢間教會係全部教曬我嘅，而我係全部都做足曬嘅。我由入嚟呢間教會開始，我嘅姊妹第一日第本家庭祭壇嘅禱告，我譬如穿軍裝，我譬如遮蓋，我係做到今時今日都冇停嘅，即係我係。即係我自己嚟講，我係做曬屬靈裝備、屬靈保護同埋勤讀聖經啦，好感恩啦！我讀到今年咧，我係聽牧師講緊每年即係全本讀一次啦。到終於到依家咧，係睇本聖經咧係有感應嘅，我覺得係互通嘅。同埋原來睇聖經咧，每睇一次咧，你嘅感覺都係唔同嘅。每睇一次，你係會由唔中意同愛上佢同。好想將佢攬喺身度，即係我感覺就係由你最初係睇到你發癲，同依家你好想揸住佢咧。其實嗰個改變就係正正喺呢一度做改變咯。我只可以講話，當你願意放手俾自己俾神，做你自己唔係好願意做嘅嘢，或者係放棄一啲娛樂，其實我都同牧師差唔多，我的人生其實沒什麼娛樂的，我又不追劇又不煲劇，其實我都是一回到去看聖經、看 YouTube、聽於牧師的教導，我都是做這些事情。到今天走到今天，我其實覺得
自己應該係相信都應該係好翻曬噶啦，但係都會仲少少，有陣時會有啲負面思想一入嚟嘅。但係一入到嚟，當我即刻奉主耶穌基督個名斷開咧，咁其實好快走噶啦。咁再講一個小分享，就話點樣喺日常生活中用主教我嚟到啦。咁那時我間公司咧就請咗啲新人翻嚟，咁佢哋係放星期六嘅，唔使翻，但係我要翻嘅。咁同埋佢哋咧係有年假有12日，我得7日嘅。咁我就好唔開心，又好憤怒，又好嬲。咁但係咧，當我睇本聖經啦，即係我慢慢睇啊嘛。咁咧就講到話即係有一個比喻就係話一個主人請到個人嘅公假。可能你朝早、中午到夜晚黑都係一乜一乜嗰個古仔咧，嗰、那個咁我老闆願意俾多啲俾人，咁佢請我嗰陣，事實上我真係呢個 time 就有2、6日翻工，同埋我係7日假啊嘛。就正正因為我睇完呢個道理之後咧，我就冇再憤怒，又冇再嬲我老闆，而且我仲同我老闆講翻呢一個道理出嚟添。咁結果個老闆係俾我禮拜6係放半日嘅，即係好感恩咧。原來你有公司，你唱衰公司唔係一個正確嘅方法，但你將你心裏面有感覺同你老闆講，原來佢會安排一個好嘅結果嚟講，冇嬲結果俾我咯。咁我覺得睇聖經咧，其實係好有用，係可以用翻喺日常生活中嘅。咁大姐今日分享咧，就大致上係。因為我主要想分享咧，就係話講出佢嗰個掙扎過程啊，唔係一下子登天嘅，唔係一步登天嘅，佢係一步步咧係處理生命、信服，然後俾神去掌管嘅。咁希望我哋處理生命嘅都係知道，唔係一步登天，係需要一步步處理嘅。